咋啦？出来玩，还有点闷闷不乐的感觉。不是，我哪里有闷闷不乐的？我只是在思考诗和远方。是吗？但是我感觉，好像你看着对面，然后不讲话的样子，有点忧郁哦。你说的这么夸张，我戴着墨镜你都能看出来我在想什么吗？开玩笑，认识你这么多年了，是吧？突然这么安静，不太像你。出来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的风啊，这个海风，哇，深呼吸一口，竟然跟厦门的海风不一样哇！有什么不一样？说不出来吧，就是在思考一些问题，在思考一些人生观的问题。那你出来放松一下，你居然在想人生观的问题，都思考出了一些什么？不就是这样子的吗？但是我也挺放松的呀，特别是在深呼吸的那一刻，两位要拍照吗？感觉好放松啊。这看里那里，那里就是港珠澳大桥，是不是？看到了，那个有两个白色的，那个是大桥中间的那个支柱，是吧？等我下次带上什么各种证件啊，各种那个什么签证啊，可以过去的时候，我就要往那条大桥走过去。那你要记得带上我哦。我看一下我的实力允不允许。我在等着你变成其富实我婆。跟你讲，其实我也很想到处去的，结果我翻了翻口袋，算了。口袋里有啥？是穷限制了我的想象，啥也没有是吧？对，啥也没有。哎，你说你刚刚在思考人生的哲理，都想出了一些啥？说人活着一辈子，到底为了什么？哇，你这个问题高度太高了，我一下子我都回答不上来。有点深奥是吗？嗯。啊，有点深奥就不回答吧，因为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回答的，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回答不了，最对吧？近有点迷茫嘛。对，就是不知道找不到方向的那种感觉。看着这么漂亮的风景，你居然迷失了。对呀、啊。静静的看看我们这边的海景，看到了吗？对面就是那个渔女，有没有看到？看到了吗？那个雕塑就是那个渔女那里。这个地方是不是？是。对，就是那哇，你个位看那置。个，那个大桥，哇，好美是哎，太吧？美了，哇，只是现在我这们个真还的是，不能上去，亲自体验一哇，下。太美了，来，我们尽情的享受吧啊！带你过来珠海骑驴肉，骑单车。换个城市骑自行车环保了。日子哦，来，跟着我的脚步来，这个什么地方？珠海渔女。哦，这个地方是啥？thank you
背底下吃的一个甜品。我算了一下，你看这里一二三四五六，平均一个就一口下去就是3块多。嗯，这个一口都不够我一口，真的好迷你啊。那你两个一口吧。四川味钵钵鸡，哇，口水都流下来了。看起来好有食欲啊。这什么面？牛杂。啊，牛杂面。开吃，不聊了。我都已经吃到一半了。再见了珠海，到此一游。